問你，我靚唔靚仔？你好樣衰。雖然我係樣衰，但係自己都解釋唔到，你對我有莫名嘅好感，係咪？係。你而家信啦。你真的由头到尾都没想着叫我讲出的真相。其实在公寓那天我真的很想捉住你问清楚，但我不可以当你是疑犯，我更加不可以用我意淫控制你。你不想讲的你有你自己的苦衷，你想讲你自然会告诉我。你从来都没怀疑过我。乌冬出事那一晚，我在照相馆外面被人扑晕了，我朦朦胧胧见到一个人，那个人好像你，但我跟我自己说，无论我见到啲乜，甚至乎个个话你系杀人犯，我都宁愿相信嗰个唔系你，因为我中意你。举约啊，你未有苦衷，你即管话俾我听，我一定会帮你，我一定会保护你。咁你可唔可以帮我一样嘢啊？你可唔可以同我开开心心咁过呢一日啊？可以。英俊活泼的情人，一个热吻偷去我的心。然而梦里的情人，从你像你肯时时关心，跟我愉快的同行，体贴洞察我的心。You love me, you love me， 我对这爱可不可应允？我与你这段缘分可会永合衬，不敢跟你相衬，怕见面时情难禁，不敢跟你相分，只有你可为我心，我与你已被情困。多谢你完成我呢个心愿啊！乱世佳人呢出戏，我想睇咗好耐噶啦。其实系我多谢你就真。由我识你开始，其实我已经好想同你睇出戏。估唔到今日我哋两个可以坐喺度，我真系好开心。生，起身啦，散场啦。头先有个女仔坐我隔篱嘅，有冇见过佢啊？冇见过。冇。喂。啊？我哋呢一场做完噶啦，你唔好阻住下一场啲人。得得得，唔该唔该唔该。吹水。吹水。我真的很开心可以认识你，多谢你对我咁好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，所以我真的不想连累你，亦不想连累任何人。我对自己做过的事无怨无悔，但求一力承担，了却牵挂。我要去同苏芙你团聚了。自殺啊嘛！佢啊，佢啊，嗱，有冇啱啱見到個鬼夫咁靚嘅女仔經過？我咪係咯。你極其良知話自己唔醜，你可唔可以認真啲答我咧？黐線！社長，你哋喺度嘅。頭先烏冬回光返照醒咗，佢親口證實放火人就係周舉陽，然後重傷不治死咗。大帥而家嚟拉人啊！吹水！你知道我女人在哪裡？你即刻說出來，不然我對你不客氣。你不要襲擊他，你逼死他。舉陽剛剛在戲院留一封信，他說要跟蘇芙妮團聚，我真的怕會自殺。周舉陽，
同我追！追！唔好追啊！楊海，楊海，楊海，走！佢啊！佢啊！佢啊！大聲！你俾我勸佢落嚟。上面嗰個係殺人犯，係激動阿顯人民，可敬。即刻到我上樓 ，This is an order。Yes sir。邊個都唔好嚟。追水，你癲咗啊？上面嗰個係殺人犯，但係我心目中最愛嘅女人嚟嘅，我唔係俾你逼死佢嘅。我答應你，我會帶佢落嚟自首。社長，兄弟，幫我啊！日翔兄弟，幫就幫。你哋上先，我頂住。好，走。绣花拖鞋、一条手巾同埋一只玉额噶，你点知噶？我仲知道你话乌冬死有余辜，系因为你认定乌冬杀死 Sophie。但你知唔知啊 ？Sophie 唔系乌冬杀死噶，佢嘅死系另有内情啊！搞掂晒，社长。周佩阳。在 Sophie 墮樓之後，你是不是想過來天台？你現在看的是 TVB USA 官方頻道，想看更多 TVB 精彩的節目片段，就快點按下面的鐘仔 Subscribe 了。